先用这个清汁来做一个泡沫冰，准备两袋苦茶，倒入杯子里边，先加一点水，给它充分搅拌开，然后准备纯牛奶给它倒进去，纯牛奶倒进去，找个大点的盆吧，泡入盆，然后准备冻好的这个苦荞碎碎冰给它加进来，放点冰块吧，它好打，好起泡沫，再放点，别倒里边了，准备好这个打蛋器，开打，准备好这白菜模具，还有这个模具。把它泡沫放里面，放到冰箱里冻三小时就可以了。冻好了，脱个膜。白菜，白菜。